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见24673088。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早晨，早晨，翻嚟大香港早晨。2015年嘅9月9日，今日咧系呢一个嘅黄杨达败选3周年。呢個係紀念㗎，我哋要係嘛？要紀念唔係嘛？咁啊，今日係禮拜三嘅早上啦，今朝有湯姆啦、派陽啦、雙傑推麥同埋我鄭松泰嘅。咁今日第一節嘅咁一定係要講翻尋日嗰場波先啦，因為尋日播緊直播嘅時候，我哋做緊節目啦，就做預你本身有飛㗎，我有飛㗎。哇！你為咗做節目而唔去睇呢場波啊？好偉大啊！泰博你，大家上一次幫你譴責啊嘛，當我同日落喺直播室嘅時候，泰博去咗睇波嘛。我知道你出 post 添，同埋咁唔係嘅，因為其實尋日嗰場波咧，開頭點解我俾個手足睇啦？因為我覺得佢就係話，唉，又唔係對中國隊，下場梗係我唔會俾你啦，啱啱先？即係尋日對卡塔爾嘅時候，都喺度諗，其實都係一場波啫。咁呢啲足球都唔牽涉政治嘅，應該即係尋日嗰場波。你咁樣諗㗎？琴日嗰場咯，哦，咁樣諗，竟然咁樣，唔係同埋嗰場對卡塔爾啊嘛，咁我都諗，我諗又冇理由，即係你香港隊對卡塔爾啫，你都唔會覺得嘅，就係會係有咁大嘅迴響啦。係，係咪？如果所謂一般港豬嚟睇，就可能會係咁嘅，但事實上梗係唔係咁。唔係，又唔係話港豬嚟睇嘅，但事實上嘅就係尋晚嗰場波的，而且個香港隊係贏嗰個態度同埋贏個鬥志咯。係，即係嗰個，所以你見到今日其實好多報同埋其實尋晚都洗版嘅，大家都話衰敗有榮，呢個係事實嚟。即係嗰個，我第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點解要講翻場波咧？其實個意義嘅就係我自己第一次係感受得到咧，其實好耐未試過嘅就係、是，即係香港人對於香港隊嗰個嘅認同感啦，會一齊有個共享嗰個大家榮耀嘅心理咧，即係嗰個感覺咧，係琴日第一次我真係叫做感受出嚟喎。即係呢個係純粹係好真切嘅，因為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就係、是，對手不是大陸隊嘛，不是中國隊嘛，對手是加塔爾嘛，理論上就是即係我哋，我尋日個判斷都是的，我點解俾張飛個手足睇嘅？就是因為我覺得佢就係長波應該嘅，就係俾人炒噶啦，即係開頭係咁諗噶啦。即係你如果咁講，你是作為一個本土人咁講嘅。我勝利球迷，你勝利球迷，我係用個勝利球迷嘅身份去，即係你因為我係有飛嘅，我本身有飛嘅，我淨係睇現場嘅。咁我自己諗，屌你香港隊對稱卡塔爾都俾人炒3粒嘅、2粒嘅，次次都係食蛋收場嘅咁樣啊嘛。咁我自己30年都係食蛋啦。係啊，食咗30年蛋嘅啦，大佬。我30年踢咗5場。咁都係，咁你咁雖然踢5場啫，但係世界盃係4年1次啊。咁大佬啊，即係我自己個心態嘅就係、是，勝利球數數都係俾人數多㗎啦，咁樣。同埋費事入去傷感啦，咁樣。咁但係琴日事實上出嚟又唔係啦，尋日即係我特登翻去睇翻個重温，同埋大家都有睇翻啲片段咯，我相信。唔係，首先佢琴日嗰場已經好早爆曬㗎啦嘛。整個大球、即係旺角個大個球場啦，就6000多個位爆曬噶啦嘛，已經係。第一係爆曬啦，同埋其實喺網上買飛咧，其實都叫鬆動嘅，比之前少少。今場咧，我知道其實我有啲朋友咧喺前嗰2日先買飛都買到啊。哦，都買到啊。係。咁但係嗰、那個轟動其實實際上唔係話單止係講緊即係入去。爆滿旺角球場啊！其實最關鍵是最尾嗰15分鐘啫嘛。
最尾個數係即係都唔即係你計埋保時啊，係嘛？因為成計埋保時，佢成八十幾分鐘先佢追翻嘅啫嘛。即係而家正式個賽果就2-3啦，香港隊輸一粒啦咁樣嚇。佢本身一開波就20-20分鐘咧就開始就輸一球，跟住一路輸落去嘅。老實講，咁去到80幾分鐘嘅就叫終於破蛋啦。跟住2分鐘之後咧就再追一球，咁啊去到所謂2-3嘅局面，咁啊咁好多人都認為就叫做輸咗場波，但係就叫贏咗一個鬥志啦。我咁諗嘅，因為我自己尋日嗰個咧一直個心態去睇嘅就係、是、都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會預咗啲場波係難踢㗎、球員都係強講咗好多次㗎，同埋你都會諗嘅就係輸少當贏啊嘛，即係本身啊，即係你對卡塔爾嘅時候，你睇翻往績咁都係3-0啊、2-0啊咁樣啊嘛，咁有人話前面冇飛，網上有人買到㗎，網上有人買到。黃牛嚟啊！唔知啦，我有朋友同我講，網上仲有即係嗰個情況咧，就係話，即係講翻轉頭，其實大家個預期啊，你都諗住佢輸硬㗎啦，但係你冇諗住輸得咁好睇啊嘛，大佬啊，輸得咁好睇，咁啊係喎，呢個係尋日成個嘅，算輸得好樣衰。即係好有戲劇性嘅，老實講，其實3-0一路咁樣，同埋好多人都話嘅，唔係嗰個泡菜球證嘅話，咁你都贏 KO 咗啦。咁我覺得嘅就係、是，即係你球證嘅嘢，你冇得講。譬如有啲人都會話，即係如果你講翻轉頭啊，即係如果你話尋日嗰場波個泡菜球證，有啲話係可能黑哨啊，或者諸如此類咁。咁你之前講翻上一場嘅話，其實香港隊阿秋仔，佢係有手球之嫌㗎。上一場對大陸隊嘅，對中國隊嘅都唔係之嫌嘅啦。啲片睇翻，其實係擺明的。陳七係啊，陳七係有啲咁樣嘅古怪㗎，即係你咁講。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嘢唔係重點，因為第一樣嘅就係大家個預期，佢係諗住嘅就係輸嘅。咁啊，但係最尾嗰15分鐘其實係打出嗰個嘅尊嚴之餘嘅話，其實係令到我相信啦，好多嘅球迷唔單止收貨添啦，係更加之期望下一場係要喺主場贏 Q 中國隊啦。係，即係因為你睇翻，即係譬如唔好講話嗰個嘅氣氛先啦，而係最關鍵一樣就係、是，譬如現實嚟講嘅就係、是、呢一場波香港對卡塔爾輸咗，即係卡塔爾對中國隊係咩嘅賽果都好啦。其實香港隊要出線嘅一定要贏大陸㗎。下一場即係去到咁嘅情況，咁但係尋日嗰個氣氛嘅就係話，喂，大家喺一個已經係有預備，即係可能嘅會輸，但係最終嘅係用咁樣嘅表現嚟贏翻香港人嗰個嘅有交代啦、球員嘅交代啦。喂，所以尋日嗰場波好睇，真係最尾嗰15-20分鐘係最精彩嘅一刻嚟喎。亦都係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呢一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嘅時刻咯，因為對我嚟講，我尋日冇諗過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到今朝都係洗版啦，都係成個嗰場波，而係香港人對嗰個港隊嘅認同感咧，喺呢度係好有趣嘅。咁我哋由咩講翻起先咧？譬如尋晚啦，尋晚 TVB 都有開始報導，係報導翻國歌啦，國歌依下嘢，即係其實我開場之前咧，我嚟講咧，最重要睇嘅就係有冇靴先咁樣，會唔會靴先？嗰場波嘅重點就在於播國歌，即係依個就係其中我自己最比較關心嘅東西啦。全世界都會諗嘅就係靴唔靴，因為之前嘅就係做曬壓力噶嘛，就話你靴嘅就賴嘢啊，諸如此類噶嘛。咁但係即係尋日係講緊嘅就係，譬如我哋有拍片啦，嗱 TVB 尋晚都冇播嘅，結果尋晚 TVB 晚間新聞都冇播嘅，即係把握機會啦，我覺得。咁我哋大香港早晨再播一次，去多一次啦，不如。
嗱，呢個就係尋個片。呢個傳統係唔可以冇嘅，我覺得。我覺得傳統就係咁樣建立噶啦嘛，係咪先？你當香港隊播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歌嗰陣時咧，就噓鳩佢。匪曲，嗯，匪曲非常好啊！呢個保留呢個傳統，一路做落去，做到去串為止。其實我會覺得咧，尋日嗰個即係香港人或者對於港隊嗰個支持咧，除咗譬如之前呢個噓國噓呢個匪曲之外咧。其實關鍵一樣嘢就係話，喂，之前譬如對住呢一個中國隊或者大陸隊嘅話，咁噓呢一個嘅匪曲係一個嘅，即係而家係一個習俗啦。係。咁但係始終有一樣嘢啱啱係對賽完中國隊咧，咁開頭都有啲嘅，即係有一啲係譬如呢一個禮拜，阿梁孔德都有出嚟講嘢㗎。嗯。梁孔德都係喺特別賽事之前啊。都會講係琴日講啦，係啊，都會講嘅就嗱，如果你再噓嘅話咧，唔知佢有啲咩嘅處罰㗎，同埋尋日嗰場波咧係有人嚟會監察㗎、監視啊。唔係，我有片我睇一睇佢嗰個講法啦。聽下梁孔德點講？希望大家保持冷靜，為香港隊真係打氣。因為咧嗰個今次個長監係好鬼嚴㗎，佢由嗰個中亞嗰邊過嚟，呢個哇我哋出曬名嚴嘅呢個長監就。如果再香港國歌有咩？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會唔會即係最壞就係閉門會議，不係閉門比賽啦，真係。即係主場對中國就閉門。係啊，佢唔知佢點罰㗎，真係。我希望即係我哋保持冷靜啦。下一場如果損失得球迷損失嘅啫，我哋有損失啦，當然。唔係今次佢再噓就會真下一場。唔知啊，因為你唔知佢個長監個報告翻嗰個紀律小組會寫啲咩嘢。就我希望真係，如果係。好冷靜啦，咁佢會咩嘢寫咧？我哋下一場易做好多。有冇啲獎勵即係刺激翻啲球員咧？即係上場有獎金。一樣，同上場前一樣。都係和就30萬。就贏咗50萬。阿詹姆中自己嚟打氣一陣。咁啊，呢一個係即係梁孔德尋日開賽之前嗰個講法啦。總主席啊，再提提大家。我真係佢話真係唔知啊。喂，但係佢呢一個嗰個講法咧，嚇鬼咯！唔係你越咁講啲人咪越香，即係嚇，唔係我覺得嚇鬼咯，唔係嘅，有啲有可能受噶，但係我覺得呢啲嚇鬼，不過你嚇鬼嚇得好搞笑咯，哇嗰、那個長監啊，好惡噶，嚴到啊，中亞嗰邊嚟嘅，中亞嗰邊嚟，咁點啊？伊斯蘭國，中亞嗰邊嚟，咁佢意思？佢其實佢呢個講法咧，即係你因為其實嗱，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話。佢哋而家啦，你譬如變到即係喺個足總啦，甚至喺個球場裡面都有一啲嘅情況嘅，就係話，譬如有一啲球迷會啊，都開始其實都叫啲球迷唔好噓噶啦。即係香港力量嗰啲講，網上啲咁講啦，即係有啲片啦，譬如你揾翻東方啊，都有影到嘅。即係其實去到尋日咧，喺個球場裡面咧，都有啲嘅狀況啦。譬如因為我自己上一場有睇嘅，尋日嗰場嘅就係我唔喺現場睇啦。上一場對住馬爾代夫嗰陣時咧，係馬爾代夫啊。係啦，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情況嘅，就係話開頭大家話有啲人講粗口喺度鬧粗口噶嘛。係。咁我喺嗰忽嘅時候，我見到嘅就係都已經係有啲人就叫大家唔好講粗口啊，就咁噓啊，算數啦咁成嘅咁樣。咁但係尋日有一啲片段嘅就係、是個情況嘅就係話。噓呢個匪歌嘅時候，咁有啲嘅人嘗試叫大家唔好噓啦，咁但我覺得呢啲都唔係太重要嘅一件事，係因為最主要嘅尋日令到我覺得係好深刻嘅咧，就係、是、喺球場出面嘅釋放，係嗱唔係球場內外都係有啦，嗱頭先球場內有一件事啦，球場內嗰件事嘅就係話其實點解會話對於嗰個港隊嘅認同感？就話即係甚至香港人有啲嘅講法啦，香港人從來都未試過睇一場咁覺得港隊咁值得尊重嘅球賽啦，咁嘅講法啦。咁所以其實尋日有一幕咧，其實我相信好多人都好深刻嘅，就係、是、完咗場之後，班球迷起身鼓掌嗰一幕咧，嗰一幕其實好耐都未試過喺嗰個香港足球裡面度係呈現啲一幕出嚟。我哋有片㗎嘛？我哋睇一睇嗰個片段先。剛才看的是足球隊走的時候
足球唔係呢度，呢一度就係離場嘅時候，港隊離場㗎啦。其實有更加多嘅一啲嘅片段嘅，有一啲有一個片段咧，係班球員手拉手走去多謝球迷嘅，跟住全場起曬身咁。喂，嗰啲嘅狀況，嗰啲情況，其實我自己嗱，譬如我上一場波我係冇見到嘅，即係上一場波都有多謝球迷嘅，但係喂，你唔係話去到個地步嘅係。因為昨日睇嗰個情況咧，喺個球場裏面咧，係好大部分嘅球迷都留到最後，有一啲咧輸緊三蛋嘅時候，其實走咗場，就離場啦，臨到去八十幾分鐘。係啊，都有少少失望咁啊，有少少失望啊。但係你冇諗過最尾嗰十零分鐘係咁堅噶嘛，大佬。咁但係除咗就係話球場內嗰個對於即係嗰個嘅港隊嘅支持之外，球場外都有啲嘢發生噶嘛。球場外啊，即係譬如除咗有啲人走去賣嗰啲香港隊波衫之外咧，即係尋日好似又有人入咗一批貨喺出面賣香港隊波衫啊。係咯，真定假啊？真嘅喎，好似話，好似真嘅喎。另外嘅就係話，譬如西環啦，因為西環都有啲嘅報道，有啲街坊係自己喺度睇波啦，係嘛？西環係西環嗰度嗰個話啲山頂嗰個位，好似話呢度我唔西區山市街啊，山市街係啊，即係類似啲。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樓梯嚟嘅，只係唔係斜佬斜佬位嚟嘅。咁就有班人自己搞發咗嘅，咁就用投影機咁就播一齊睇，完咗之後都一齊鼓掌嘅嗰一下。唔係，我想講咧，梁孔德咧，即係你如果話即係咁樣嚇啲球迷啦，之前即係話如果噓下，跟住之後話要閉門作賽嘅話，喂，分分鐘你賴多次佔領啦，即係咁講。唔係你諗下，其實西環尋日自己佢哋話啲嘅球迷走出嚟話一齊睇波，嗰度都有成二三百有啦。而且其實唔止一個咁嘅位噶，即係你其實淨係講話嗰啲好多茶餐廳出邊嗰啲咧，都會企喺度睇噶，即係好多出面係啊，都有好多位。咁依個就特別啲啦，喺條街嗰度就動個 monitor 喺度睇，唔係動個 projector 喺度睇咁樣。唔係，其實成個球賽咧，因為尋日我想，我覺得最值得去探討一個嘅現象咧，就係、是、因為第一樣嘢就係話嗰場嘅球賽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咁明顯有一個，譬如之前嗰場波係對住中國隊，即中國國家隊，咁喺嗰個嘅爭議性上面咁大，因為譬如你好簡單對住中國國家隊嘅話，大家好容易嘅就係話覺得佢哋係支那隊啊、大陸球隊啊，又加上嘅就係話之前中國足協嗰個海報事件啊，咁大家係直接嘅就係你會有一個好清晰嘅敵人啊嘛，大佬啊，即嗰個即敵我分明啊嘛，之前嗰個情況。咁但係話，琴日嗰場波唔係嘛？琴日嗰場波嘅就係話，喂，大家個預期嘅就係、是、即可能會輸波噶啦。咁、但係都係挺住嘅，就係話，喂，叫做即係你堅持落去，你最尾即係雖然係開頭係大半場係輸3-0嘅，臨到最尾嘅時候都係追翻2粒嘅咁，有機會贏埋添。即係佢有個講法，譬如如果唔係嗰個球證啊，如果好彩少少啊，飲到有啲贏埋添咁樣。咁但係嗰個關鍵嘅就係話，加塔爾始終係外隊嚟㗎，係，始終係外隊喎。所以你諗一樣嘢嘅就係話，即係由依個共匪依個敵人嘅樹立，營造咗我哋本身對自己嘅身份認同係咪啲嘢？唔係香港人唔同咗啊！即係初初譬如大陸嗰場波，可能大家可能基於對大陸嘅仇恨，咁我就撐香港嚼大陸咁樣。咁但係去到卡塔爾呢一場就冇要呢一種仇恨，就變咗純粹係一種支持。我覺得譬如對於大眾啊或者球迷嚟講咧，嗰個嘅情況嘅就係唔係話講緊嗰個仇恨咁嚴重嘅，即係可能係一樣嘢嘅就係話係講緊嘅一啖氣啫嘛。即係對於我嚟講嘅就係，譬如可能對於好多好多唔係咁睇足球嘅人嚟講，之前嗰個嘅中國足協嗰啲嘅海報，跟住之後後屘嘅就係話甚至去到譬如啱上一場波鄭智。同鄭智啊、葉鴻輝同埋葉鴻輝，即係話葉鴻輝係狗啊，或者係有懷疑嘅，甚至佢係有吐口水啊嗰啲嘅情況咁。其實所有一切其實都係一套戲嚟，即係一啖戲嚟。係，即係嗰個不滿嘅就係話，其實係慢慢累積而嚟。但係尋日嗰場波嘅話，佢特別嘅地方嘅就係話，喂，嗰個地方嘅係講緊佢唔單止係。話嗰個係因為單純一啖氣嘛，而係嘅就係話佢喺裡面嗰個會慢慢係將嗰個即係累積咗香港人個身份認同一點一滴咁，其實已經積累咗落嚟啲嘢。你對於香港隊嗰個嘅認同感，你會認為嘅就係啲隊波已經係即係
在呢度唔單止收貨之餘嘅，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喂，你見到嘅就係尋日完咗之後，有人話睇到喊添。喂，咁我都信會有嘅，即係大家都係對香港係有感情噶嘛。咁而家你講真，你香港，即係你問我自己啊，你如果你話對香港有感情，喺邊度可以表達到咧？咁除咗你做熱血公民之外，咁仲有可能你就支持下香港隊咯，係咪先？即係你對香港嘅感情依種表達，你可以邊度可以所謂顯現到出嚟咧？其實你好唔係咁多嘢值得你顯現嘅，我覺得，或者你可以彰顯到到依、這個，通過一啲事情去彰顯到呢份感情。唔係，往往都係一點一滴咁蒸兩落嚟嘅，即係你又特別喺呢啲咁嘅事態上面嘅就係，譬如如果咁講咧，就話本來其實呢場波唔係話太過有濃烈嘅所謂嘅中港嗰啲對壘嘅氣氛。咁但係當然第一樣嘢就係贏咗波啦。跟住之後嘅更加重要嘅就係其實講嚟講去就係、是、其實係太多嗰啲嘅即係叫做。賤人啊，又或者一啲嘅即係親共啊、親建制嘅團體啊咁，嗰啲嘅情況嘅係咩啫嘛？嗰啲喺度搞即係搞一啲嘅小動作啫。唔係，即係我覺得而家咧，成個香港隊依、這個香港世界盃外圍賽依個事宜咧，即係撐香港隊，咁成日在又已經成為一個好大嘅氣氛啦，係咪先？咁香即係譬如你本土撚就好撐啦，加上就本土撚就必然係話即係。對著共產黨幹咁樣，即係依個最大嘅重點啊！對於本土嘅嚟講，但其實好多所謂普羅市民啊，或者各樣，佢哋都會撐，即係而家營造咗氣氛，搞到啲官都要走出嚟啊嘛！即係官嗰啲你曾俊華嗰啲都特登入場啊，各樣去彰顯佢哋係為香港都打氣㗎，大家我哋都好愛香港㗎嘛！即係佢哋都要去黐依個光環或者依個範圍嘅事宜啊嘛，去即係。之前都有網友去鋪翻出嚟噶，喂梁振英唔使好耐之前啫嘛，就係喺度已經喺度講話，喂其實香港好多界別啊，對香港係冇咩特別貢獻嘅啫，好似宗教界啊、體育界啊咁講曬出嚟噶，喂而家就啲官就走曬出嚟啊，梁振英自己都走埋出嚟啊，就喺度寫 blog 成啊，話喂香港隊加油個樣，即係依個光環佢哋都想佔一份咯。就變咗你冇辦法避免一樣嘢啊嘛，因為有一樣嘢就係、是，譬如有個現象出現咗啊嘛，即係譬如有一班藍絲帶啊，又或者其實即係你話咩唔知乜青社嗰扎嗰啲咧，即係又話要追擊葉鴻輝啊，跟住之後又話要喺度鬧叉香港隊，同埋香港隊輸波嘅時候，佢哋出 post 就話香港隊抵死啊嘛。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呢班人佢嗰個嘅態度，佢就係話佢哋又去愛香港啊，咩大愛香港同盟啊，類似之如此類咁。咁但係喂，你第一樣嘢你俾人見到嘅就係同埋你言行係矛盾嘅。大哥啊，即係你講話你愛香港，但係呢個係香港隊嘅時候，你呢樣嘢你講唔通噶。我覺得愛唔愛香港一個好容易嘅分野嘅啫。你響唔響國歌就知噶啦。你響唔響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歌？你響咧你就愛香港，在我嚟睇就係咁樣。即係如果唔係你口講就無憑嘅，你藍絲帶都可以話自己愛香港噶。喂，梁振英講完之後，講完之前講話體育界係對香港冇咩貢獻，而家都可以話俾你聽香港隊加油噶。即係你淨係講依啲咁嘅虛幻詞咧，就冇 Q 用嘅。你噓國歌，你噓嚟睇下。唔係，所以下一場11月17日嗰個焦點更加重要啦，同埋嘅大家就係、是。更加清晰的就係唔單止香港歌啦，其實我覺得嘅就係如果下一場嘅話，因為我相信咧，而家個講法就係會嚟緊係會可能真係去小西灣嘅，唔係嘛？有機會唔係去小西灣，佢有即係嚟緊嗰場香港對中國啊嘛，佢講咗小西灣唔會㗎啦，係啊，佢講咗話唔會㗎啦，佢話咧就會可能係旺角大球場都。照睇翻黃國，有咁嘅機會，但係咧，即係而家 officially 係冇出聲。OK， 咁我哋拭目以待啦。但係嗰場波係一定會成為全城焦點啦。休息一陣，係。陳雲新書《漢邦中文課本》第一冊，主題為《天地君親師》，天地流轉為四季同節氣，君係國家天下，親係家族三代，師係老師。课文汇通中西文化，文句仿照童谣而押韵，以便诵读。书本附有解说，儿童、家长可以读，儿童长大之后亦都可以重读。老师，点解课本嘅封面有架马车喺度嘅？
古時啲人外出咧，就平民百姓就行路嘅，只有貴族先可以用馬車嚟代步。咁另外咧，喺以前咧，只有貴族先可以讀書嘅。咁故此咧，呢本書擺馬車喺個封面嗰度，係表示係俾尊貴嘅人讀。咁呢本書希望可以教到啲細路仔咧，變成一啲尊貴嘅人。第二課《春來百花開》，答清人自在。老师，点解放文字句押韵，但系又唔系见惯嘅诗词嘅？另外，点解课本唔用彩色印刷，而用黑白印刷，啲字又印得咁大只嘅？课文啲字句押韵咧，系因为中文系有声调嘅，而押韵系容易学，可以令啲细路仔了解中文嘅特性。课本系唔用彩色印刷，系为咗避免啲细路仔俾啲色彩吸引咗，而忽略插图嘅线条。睇清楚插图嘅线条咧，就可以使到啲细路学习欣赏国画。春来百花开，踏青人自在嘅意思就系、是、啲花系唔使催逼嘅，春天到咗，啲花自然就会开。而啲花开嘅时候咧，啲人自然就行出嚟欣赏，睇咗咧就会系愉快同埋自在。第十四课，小麻雀蹦蹦跳，不间不中，天生天养。老师啊，我越大就越觉得呢个世界变得太快啦，听日又唔知会变成点。我怕升不到学，又怕将来毕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到老的时候又怕无儿无女，孤苦无依。唉，我真的很担心啊。唉，傻女，你看看麻雀仔，他们又不耕种，又不收集粮食，都可以过到日子。他们吃得不多，只是吃些和田剩下的残粒啊、谷啊，都可以生存。吃够了呢，就继续蹦蹦跳和唱歌，上天都可以容纳到他们，养大他们。难道我们不比他们重要吗？人类的生存呢，靠的是天恩，所以就不需要烦这样烦那样的。一日太阳光照，风调雨顺，我们自然会得到上天的吸养。一旦太阳不出来，狂风暴雨，地动山摇，我哋失去咗天恩，无论你点样去经营啊，其实都系白费心机噶。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